9月16日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京召开会议，要求提到坚决抵制天价片酬、阴阳合同、偷逃税，加强电视剧创作生产正面引导，坚决抵制流量至上、饭圈乱象、耽改之风等泛娱乐化现象。一见到沈教授，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我请他。我需要你做数据。来，自己嘴唇都发青了，还不用？来，我这就不用。行了，行了。更何况现在情势这么的危急，已经刻不容缓了。哎，不行了，来不行了，我得睡会儿。你说你吧，要不咱说这……沈梅同志，为了我，加入特调储备，那是不能的。刚才就开了一个玩笑。你送我回家吧，家里有药。你的药放哪？洗不大起了。睡吧，他们现在还没到家，我们要讨论这件事。爱错了，思念是假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沈教授，沈教授果然是在网上。你是不是又动手脚了？你给我清醒一点，阿佳。又回来了，沈飞，沈飞，沈飞。